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今天呢，我们在这里继续为您现场直播第二届王中王围棋争霸赛啊，今天是半决赛了啊。那么有两盘棋，我们要为大家讲解。来为大家做讲解的呢是彭全棋段，彭老师你好。那个秋秋姐好啊，也是棋友们大家好啊，很非常荣幸再次来到天元围棋啊，为大家带来这次的这个王中王啊。我们看看中国的这几位。各大的冠军，各路冠军，最终谁能够称霸第二届的王中王？这个今天是半决赛，因为这个比赛呢，总共就是八个人参加。昨天是第一轮，那么下完了之后呢，今天是由范廷钰对阵柯洁，另外一边呢就是唐伟昕对阵杨鼎新，两个都是新。这个是我们看到在对局的画面，这是在浙江的嵊州举行的。对，嵊州的话也是我们著名的世界冠军啊，马晓春老师的家乡。是的，是的，这也是一个传统的围棋的一个之乡。是的，是的，围棋的这个很火热的一个地区啊。没错。想看到就是小范啊，范廷钰啊。这个已经是这就不用我们介绍了，大家都认得。对，大家其实这几位大家应该都是非常熟悉了。是的，在这里我也是简单给大家说两句啊，就是这个比赛的话，它好像就是每年的参赛资格，首先只有八个人嘛，对，好像只有上届冠军是能够延续到下一届，是不管你。有没有成绩啊？你可以直接参加下一次。对，然后剩下的七位呢，就是都会可能。都有变化，每届。对对对。那变化在哪里呢？就是好像是每一年的啊，各大赛事的一些头衔得主、冠军得主，或者说是奖金拿的排名在中国前七位的得主，是的，会入围到这个王中王的这个大赛的最终的决赛圈中啊。对。也就是说，你今年。不努力啊，明年呢，可能这个王中王呢就没有你了。他是不看你是不是世界冠军的，也不看你曾经的成绩的，这是一个动态的比赛啊。对，当然了，这个比赛好像奖金也是非常的可观啊。对，冠军奖金应该是来到了70万。对，所以说亚军也有20万。当然出场费光出场费也是有不菲的不菲的一笔这个收入啊。所以说，我相信棋手们。都是冠军们都是应该会全力以赴，而且呢，特别是能够入围，我觉得首先代表了就是你的实力，今年对对，今年的你的一个表现的一个种某种程度上的一种认可吧，硬指标啊。对，对是我们会看到，这几位选手都是有国际大赛头衔或者是国内大赛头衔，应该是上一年就是19年的头衔获得。对对对，各种比赛啊，头衔获得一定是有冠军加身的，加成的啊。所以说这里也可以请我们解释为什么有一些世界冠军并没有入围到这个决赛圈的原因，因为19年的表现并没有那么亮眼啊。所以说赛制是公平公开的，对对。比赛的话呢也是。王中王嘛，大家都是最好的状态的选手，所以说争夺八个人争夺最后的冠军。今天的话，我们即将带大家来到的是这个半决赛啊。对，是的。由柯洁对阵范廷钰啊。那我们先来看棋吧。昨天的话也是柯洁战胜了另外一位世界冠军米玉婷。这棋下的赢得很脆。赢得很干脆，很脆，真的是很脆。昨天好像也是下出了一个小的新招，但今天没有继续使用。以后我给大家的也是简单介绍一下。昨天我也是忙里偷闲看一下棋谱之后，说实话看见那步棋被吓了一跳，其实也就是没看懂啊。这里的话也是要说一下，我觉得柯洁好像棋艺啊，大家也知道，在2020年现在的话，整个步调是非常的。顺畅啊，特别在国际大赛中，多项国际大赛都还在那个八强的那个位置上，巴金斯的位置上啊。那我在想，他疫情期间是不是都在家勤学苦练？这个事我正想说这个事啊，就是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领军人或者天才棋手来说，就是疫情某种程度上可能帮助了他，有可能。为什么这么说呢？不是说这里不是指他以前不努力，对，是的。其实我们会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领军人物啊，就是你。
如果没有疫情的这个原因，嗯，你不可能每天待家里的，你肯定在外面奔波，对，总会有一些比赛奔波，或者是有一些活动需要你去出席的，所以说呢，对棋艺的研究呢，可能就没有那么。对，那么的深入啊，因为没有时间，因为你比赛一个接一个的堆着的啊。今年的话呢，因为特殊的原因，就是比赛是在缓慢的恢复的过程中，但是呢，毕竟强度来说就没有往年的这些冠军们那么强了。对，就他可以就像刚才秋姐说，安心的居家去研究一些秘密武器啊。从最近来看也是非常的理想，昨天也是完胜了小米嘛。基本上。不太会动，小米好像。对，这个有很尴尬啊。然后，小范的话，昨天范廷宇也是昨天战胜了我们的国内的一个王牌啊，国内大赛的一个王牌那个连笑啊，所以说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啊。是的，我们来看看，他是手脚啊。这个吴有脚之前还在说，老说他掉点儿啊什么的。但是其实下了也就下了，也没什么，我觉得。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看到135这个平行的这个布局之后啊，球门会看到，其实柯洁是一位我觉得说在世界冠军非常非常善于针对对手的一个世界冠军啊。我们都知道小范的棋风是以先捞后洗见长的啊，简单的说就是非常的酷爱实地，对，然后非常的善于治孤，是的。而范廷钰的攻击能力或者说攻杀大龙的能力相对来说是一个小的弱项。对。所以说我们会看到呢，那你怎么能让对方不进入到对方的长项或者说扬长避短呢？我们来推荐135啊。135这样一步了之后呢，其实我们看到今天的黑棋的就很明确了。柯洁就是要拿空。我不管什么胜率，我也不管掉什么点。今天我就是要把空拿了，有本事你以后你就来吃我的龙，吃了掉算你今天你赢、啊、对吧，就是正中对方的这个软肋或者说要害的这个部位啊，球门就这个是真的是很聪明的一个选择，我个人的理解啊。就可见柯洁对于这些排名前就是比较靠前的棋手当然是非常非常了解，然后 他很清楚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对付他们，那是必须的啊。他很清楚这一点，大家都是世界冠军，如果你不对对方有一些针对性的下法和研究的话，只是下从棋上去下的话，就正常也还是那样的，那肯定是要就很吃点苦头的。所以说呢，我们看这局也波澜不惊啊，然后白棋小飞挂啊。昨天小飞挂他就下了这儿，昨天他飞在了天上啊，就是那个凌空飞翔了起来。到现在那边是这样子的，对，我就说嘛，昨天他就下的比较的奔放啊。我估计米玉挺看见这个就不太会了啊。他主要是昨天是为了压制小米的这个攻击啊，所以说他是把棋下在外面。今天的话我们会看到呢，由于跟小范下，他下的非常的坚实，而且去走空啊。但是下一步棋和再下一步棋啊。我个人是要站在一个批评的角度，虽然这步棋一定是不掉点的，这两步棋啊，一定是局部最优化的一两步棋，但是呢，作为战略的角度啊，小范就今天其实是有一点落入有点吃亏是吧？落入到对方的一个下怀里面的。我们现在看这步棋啊，不主要呢，柯洁他确实是比较全面的一个棋手，你想针对他做一些什么东西呢，好像就比较费劲，不像小范他的特点特别明显。你。可以不针对人家，但是你要发挥自己的，但是你可以以我为主，就是如果他是你面对一个全能型的选手，他并不好是太针对到他棋风的话，那很简单嘛，你就发挥自己的特长就完了，你该怎么下就怎么下。也就是说今天你想捞我的空对吧，我抱定实控我就不放手那么抱定实控不放手应该怎么办呢？那这时候两种下法嘛，一种就是简单的猜二，一种就是还以颜色嘛，守一个就是你把棋的速度降下来，不要去整一些那个有的没的，就是在天上飘着的棋，也不要去，这时候应该把自己的眼睛捂住啊，就是屏蔽掉我们去 AI 测棋的那种胜率啊，因为跟胜率是没有一毛钱关系的啊，因为你就算胜率高一点，后面那个局面你把控不住，对，依然是一个徒劳的一个下，没错，我觉得 AB 都可以啊，就是这个手脚和这个猜二都是可以选择的，就是慢速嘛，以那个慢速对慢速，然后慢慢推进只要时控不落后，其实范廷钰的实力是非常非常强劲的，对，大家也会看到，其实只要每盘棋时控不落后的话，
想战胜它是一件非常很艰难、非常困难的事情，极其艰难但是呢，这步棋呢，接下来这两步棋，我们就会看到呢，还是可能受到了这个一些我觉得常规的束缚和影响，就让柯洁如愿以偿的，我们来看一下，挂角。这步棋尖起来，因为它这两步棋是配套的嘛，一定是起头进入到一个扩张的一个状态。但是呢，这两步棋一下，我们会看到呢，整盘棋大概率黑白棋就是要去向一个要取势，取势去进军了。但是呢，关键是呢，我们不是一个取势的高手。就是说其实他不擅长这个。对，作为小范来说，其实这个事情是最大的一点，就是被针对掉了。为什么昨天柯洁跟米玉婷下的时候，小米下的时候没有下这个呢？因为小米是一个攻击手，最擅长的就是攻杀和吃棋，所以说柯洁是不可能下这个先捞后失控的。先捞失控被被吃了，被小米那一定多半是要被吃的。所以说昨天我们会看到柯洁就把棋下的相对的高位，下高位的话可以延缓你攻击的节奏，他就不要失控嘛，因为你是一个攻击手，你并不是一个取失控防守的高手，是，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下法。那今天我们会看到呢，虽然寥寥几步棋，白色下的是堂堂正正啊，中规中矩，但是呢，这个棋的趋势就朝着白棋取势的去了。啊，黑棋预先设计好的，这就是这套路就来了，对，预先设计好的。如果你正常的下一个小飞，然后黑的正常就往里拖。那也就是说我们摆一个说打一个吧，对，正常的一个打接，这个定式大家都会，对不对？那下到这里之后不就是等于已经停不下来了吗？接下来白的必然要经营这个左边这个大模样，是的，那黑棋的先捞后洗的这个策略就如愿以偿的，这时控看起来捞得好扎实，已经三角在握了，对啊，特别扎实。所以说整个的这个流向就是对白棋来说，对小范来说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友好，球很不利的，对，就是流程不友好，对，不是说这个招不能下啊，就是说其实应该从这些战略的角度，我觉得多思考一下啊，就是要不然的话这个跟柯洁下你会非常的辛苦，就是他会不同的棋手他用不同的办法来针对到你。今天的话就是这里的时候呢，小范看到小飞这里会失去这个脚步，然后再去尖顶，我们看到这里其实就有点变调了，有点腻是吧，感觉跟前就他整个的有点乱，我觉得他的整个思绪，但是呢你如果这就是我觉得围棋的魅力啊，就是对，就但是如果你用实战，你用回头用 AI 去测胜率的时候，这时候我可以肯定就是白棋一定是不差的，对，肯定差不多跟刚对跟之前的还没有下之前基本上没有区别的，所以说呢你就会麻痹到你，你认为呢你没有下坏棋，是，但其实整盘棋的流程对我觉得对白棋来说已经有一点点不友好了，然后接下来下步棋又是一个针对性的下法，正常的话肯定是进行一个猜边的，是回猜的，那回猜的话呢我们都知道以后这里会吃一个二路的透点啊，所以说呢为了防止对方去捞后，我觉得柯洁今天干的事干的就很彻底，我就不猜了，我不猜我就不会被你点、挂进去了，挂进去完以后我就是要点你的三三，是的，就是想办法点你的三三，点完三三之后呢我失控就领先，至于你外面的模样，今天我不关心你外面有没有模样，招招都是盯着你的这个失控去的，我个人觉得真的这盘棋从战略上从思路上小范是有点吃亏的，没错，因为他本身不擅长这个，他最擅长的就是把控牢牢守住，然后后面慢慢的跟你收，他的官司好得很，对，关键是在对方被对方这样针对性的针对到之后，其实反针对的措施其实今天没有看到，比如说下一步棋，下一步棋其实是一个常规的下法，你既然没有猜我就加进来，对，但是我觉得加进来就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以后这个局部这个三三压力很大，对，现在其实布局呢大家都觉得哦，这反正都差不多，大家就这么照流程走下去，但是其实还是你需要选择一些对你将来你觉得更有把握的下法，关键更适合你棋风棋路的一些下法，对，更适合你的下法，因为最终我们不可能像
AI 一样，没有你不可能一直背下去。不，那你要一背下去也是可以的，那就是很简单了。我们要测一下你用什么科技的手段，那个就是没有被发现啊，对吧？这里面有很多故事，我就不展开讲了，对吧？就围棋圈现在都有很多这种类似的故事，疑似的故事，我就不八卦，我就不展开讲。就是如果你步步啊，比如说你的 AI 吻合度是80，甚至达到90了啊，那这个事情对吧？我只能说你高啊，为什么只能说你高呢？那人家肯定都下不过你。不是，如果你又没被发现，对，那只能说你高科技利用纯属啊，就是我觉得也应该认可你，就是对吧？这个时代你用了一些尖端的科技，我们发现不了你啊。但是作为真正的就是我们下面棋或者说是在一个公平的这个赛场上的时候啊，场景的时候，那你是不可能做到那个吻合度的。对，一般的吻合度大概也就是50-60左右，就是下得好的时候大概能到70，我觉得70多已经很强了。70多是世界冠军，而且是世界冠军状态比较好的时候能达到70+，但是呢大部分一盘棋50-60浮动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啊，冠军们也是有时候会50-60总的这个吻合度。对，所以说你在你总是会后面无法下出最佳的这个变化的这种情况下，下出适合你的场景就是非常重要了。所以下一步棋说实话其实要不然别加了，就是但是他可能又咽不下这口气。我觉得呢就是这时候既然已经保脚了，对，不知道这步行不行，就是有点下不出手。飞一个你也别跟我扯那么多，今天呢你猜回去我今天就变掉了。我索性我就开捞就完事了，或者是这个。如果说他拆回去的话，我倒不觉得这两手交换黑棋。他不拆，那你来嘛？那你来嘛？你来我不就那好吧？照棋你可能是要照天上的嘛？那你我就逼你去走天上嘛？就说白了，那我也不知道应该走哪儿去。不是从棋上说。打完可能是要天上照的，是，那不是我照完我不就能先捞后棋，甚至我还不打完先猜一个，我就让你为模样嘛，你不是其实你今天已经很明显你不想走模样了嘛，我逼你上去嘛，不是照棋下照胜率下，这步棋一定掉点的，我估计他这步不掉点，我觉得也是，这步一定是不掉点的，但是呢，这个棋接下来的流程不好，对，你这样的话呢，你来不来嘛，柯姐，对不对嘛？对吧，照棋下你估计是要照这的，那你来嘛，对吧，我逼你走上那个走上那个你不愿意走的那条路，对，那条路嘛，对不对嘛，然后我不就拿了控制我就可以先捞后棋了嘛，就是我觉得这个地方是缺一点，有一点变通上有点缺乏的小范，所以说实战其实是这盘棋也是有一点被柯洁在思路上牵着鼻子走的这种感觉，就下的都是好棋，小们他们是这样下的，他飞了一下然后再点个33，他是这么想的，如果直接点你一定立下来，然后呢我们再点的时候你接住，我过的话呢这边以后会被你攻招，然后不知道是攻在哪，或者是猜这个走一个之类的，他就尖一个嘛，他飞一下的意思呢就是当这时候再点的时候呢你接不住了，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你但你挡不了，挡他搬这不行，这被冲断了，这边有个冲断，所以说你这形状很难过，球嘛，然后你接不住呢你就不想立，你他虽然不是团的，对，他是团的话这个角其实已经就亏损了，而且呢这盘棋就向未知领域发展，就是白棋的小范的整个布局的这个节奏没有了，就是不知道我们会下成什么样子，就是他失控了这个棋，对，然后你看吧，这就都往天上下了，我一看到小范往天上下感觉就不太妙是吧，觉得对他的棋其实很直接，就是如果他的棋都在3000以下，你觉得是胜率会比较好，都在3000以下，然后布完局之后然后一个闷棍打入到别人的那个大模样中，然后他一会儿就活了，他活得特别对他特别擅长做活，特别擅长，我相信棋友们是有对他是有了解的，在你觉得不太可能活的地方他三下两下就被你灯活了，他特别容易活，对，所以说那种流程他就会感觉非常好，今天的话呢就你感觉就进入未知领域了，就双方在对攻了，就是而且也不知道谁后谁保都不知道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下法就是不能说不好啊，就但是呢就会看到
不是他擅长的那个领域了。只能说范廷钰下这样的棋他不太擅长。那柯洁要的就是这个，他要的就是在每一个跟世界冠军、别的冠军对垒的时候，让你进入到你不是特别擅长的那个。对，是的，就他是照看人下菜的。这盘棋虽然下到这里应该还是一个军事啊，但是总感觉今天白棋是有点为白棋担忧的啊。压住。你看嘛，他关键走完之后，他还是要回到这个最下面的。他是要去做活。也就是说，这些都是其实都是虚招、啊。最终他还是要去回到一个取时控的一个状态下的。然后这边呢？这里的话有一个尖。对。这里也有个班乐虎，这个地方、这个角上，由于这个角上有一个活棋，等于是，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给大家摆一下啊。比如说跳一个，就是这个局部有活棋嘛，而且你这样的话，对，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刺，它不仅仅是活，它还要反刺你，我的。基本上里面就是对，如果你挤住它的话呢，它虎一个，那它这样活的就更大了，而且你甚至管压来就先手了，对，它可以脱先。这里已经是个打劫，已经吃不干净了。所以说，当这个脚步没有实地化的时候，这两个子其实没有那么重，我们把这两个拿掉嘛。你吃过，你吃的特开心，对吧？把这俩拿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其实也就这样，再把这俩拿掉，你发现你也就这样了，是很满意，但是呢，没有你想，至少没有你想象中那么满意。因为之前白棋已经在这儿已经有一手棋，对，是还可以这个地方的子效，但是呢，你要看看这边，这边被压过来之后，黑白棋整个右半边的压力也很大，而且你毕竟这步棋还没下上呢，是的，人家以后还能出来，所以没有想象中效率那么高。关键是呢，你因为现在的围棋就我们要注意，它不是那个100年前那个日本式的那种围棋了，每方动辄都是十几个小时，让你可以坐下来慢慢想。所以说呢，我们这些出其不意的招法呢，其实当时就会没什么用，或者克制你棋路的招法，因为你克制我棋路，我临时想嘛，对，我临时想解法嘛，因为我有时间算，所以说我也无所谓这个事情。现在的都是快节奏了。对不对嘛？每方两个小时，不管是我两个小时算慢棋了，对啊，有些甚至一个小时是直接读秒的棋。那就是说你一旦你的擅长的领域被克制了之后，你没有时间去思考怎么样，就是构建就是那个解法。是的，这个局部的要点在哪？因为你就算解出来了，你一步棋花了半个小时，你后面棋就没法下了。对吧？你得为计算。对，你就算两个小时，你一个步棋你花20分钟，半个小时也很痛的。所以说来不及了，所以更考验的是棋手们的，我觉得一种全局的思路跟配合。下到这里之后是这碗叫尖，他糊下来。这里他海王还是得搬过。对，我觉得搬过挺大的，他为什么不肯呢？他觉得这个搬过还是不舒服。他如果他实际上是顶了一下，他不顶这下，他搬过的话呢，以后顶人家就不要了。他想先顶一下，多出一个给他留个扳的断点，就是先给可以，因为你先顶他不能退嘛，你直接把拿来吃了，是的，就不用扳过了。所以他这是一个很小巧的一个小手筋，其实非常不错的。但是呢，就挖的时候他比较难过，就是这个点的这个后遗症，其实。这确实点着一下，如果说把这两个子拿掉的话，就感觉那就啥都没事了，那就开开心心的一个巨小，好开心，对，所以这先走了一下，这确实有点难受，这脚上以后还有味道。他这一挖，你就进退两难了，保脚的状态你应该接，然后他接上，但是接的时候呢，他牵手接一下之后呢，你这个尖顶就没有用了，因为你以后再去搬的时候，全部看到这里白多出了一个断点，这个搬出就永远不成立了。所以说他为了延续到自己尖顶的这个作用呢，你挖的时候他一定会把你吃掉。那把吃掉的话，问题又来了，这个脚就爆炸了。哎，所以真的好纠结，就是，对吧？在尖的时候，刚才我们说是这样子，以后直接就打过了。对，所以他时控又受损了，就没有两全的棋。关键是这个脚被套了之后呢，他其实整个右边是。会把黑棋模样是很大的，这个脚被套之后，时控其实又不领先，关键是接下来走哪不知道了。我们来看一看，他把这个脚非常华丽的一波操作，然后还要二路先夹你一下，
非常的下得非常的棒，我觉得他肯定是不怕你跟他打劫，可以说是状态爆棚。关键是打劫的话，一个很悲剧的事情，他顺手这个劫财，对，他本来就二路打，是提掉，然后他再提回来，他再提回来，你怎么办？这不能接上吗？这接肯定不能接，这绝对不能接，太重了，是啊，那你不接他马上就给你拔了，拔了这渡过来这都不对了，是，所以说你加的时候你只能立。他又便宜到一下，没办法，然后他再打个贴回来，这下的好郁闷的。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白棋损失了很多的时候。嗯，拐吃他应该打一下，这种关系不大。接住。然后下步棋应该就是小范有点儿，在这边动手有点着急了。嗯，就本手应该是我个人的理解啊。应该是你得补一手，这总得把它先吃掉，因为这个地方味道太坏了，兄弟们，就是人家一尝出来之后，你这里还欠个段，是，你还得去挤这个，嗯，挤这个的话，这两个子很轻的，嗯，你再花手棋吃也就五六目棋，关于人家接上的话，你这个也搬不出来了，是，这个退至先手情况下，这个已经跑掉了将近20目了，而且白棋还没完全活，正常是要拍的，嗯，按理说是应该补一个的，我觉得，但是拍的话，他又担心人家这边走完之后，这边太大了，是。因为确实有点重复这个地方，嗯，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还是应该拍，就是因为这个以后退出来解决不了了这个问题，就这边动出之后，嗯，威胁到可以白棋自己的生死存亡，嗯，而且这两个子本来就是个残子，你未来本来就是要搬出去整体吃他这四个的，对，你挤完之后，人家得某种意义上这两个也清了，嗯，对吧？就是反正这两个就含你嘴里，也不在乎这上面这两个死不死，等于是反而把这个破绽某种程度黑棋也把它缓解了，就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你该下什么先把这个拍了嘛，先把它吃了吧，还是你一拍已经死了嘛，这已经出不去了，这已经跑不掉了，这先把这片拿来吃了嘛，先吃掉再说嘛，坚定再说嘛，接下来再这事情接下来再说吧，再想办法，或者走上边嘛，或者是这边怎么样，怎么清消下再说嘛，反正对你因为坚定我们也管不了坚定了，嗯，这盘其实暂时管不了右边，他不愿意，他要拖，不，本身拖倒是没什么，嗯，就是关键是你他拖完他正常，他这边是要在，他的意思可能是要在这边动手的，对啊，就是做活这个子，对，做这个子，那你一定落后手，原来动出来这边很难过，他拖完了断一个，我，这下一步，对啊，我就看见，我就为什么说，亲友们会看到为什么我说就是。柯洁的棋为什么包括很多一些棋手就觉得这个我觉得就是天赋啊，对，我觉得也是，他就不给你回头路了，是啊，他搬的时候他知道你要断了，对，你这里不管怎么硬的话是有可能黑是有可能落后手的，他就赶紧回手把这个吃了，因为他硬得太好，他不能硬太好，啊，他硬得太好呢，你一看这个地方苗头不对，嗯，你可能就回头是岸了，对啊，对啊，我可能就走两下，你比如说你尝一个，我可能就脱线了。他一看局部没什么好，对，然后我就总是这样脱线。就当现手便宜嘛，是啊，其实也无所谓。这样也挺好嘛，我再回头，啊。你再尝，其实跟坚定也基本上半斤八两。对，我觉得还好点，没准还便宜，还好点。反正总而言之，这里双方可能都不吃亏，啊，但是柯洁，他不给你机会，他把这条路给你断了，他不给你机会，这个。小范我觉得非常不堪，因为这个是必救的，球门就不能被断了，这个必须得用力的，嗯，然后他再尝，这时候就尬在这儿了，对，你他尝着一下你就已经发现就这就不好吃了，对啊，你压他可以给球门摆压，他顶是绝先，但他这下可以先不下，对啊，你压的时候他可以跳的，这是没有刺断的，这已经跑得很开心了，对，就是至少肉眼上是吃不死的，嗯，反正你吃不掉我就行了，我是有点疲于奔命，但是呢，不管怎么样，你是反正你罩不住我就行，因为你不贴这下，跟我罩是罩不死，那就拐出来就完了，是。所以他尝完之后，某种意义上这几个子就活了，吃欠很多步，但是不管怎么样呢，他现在暂时是活的。啊，这个真的应该拍死了，不拍死，就是小范就把自己逼上绝路了，就是最终我觉得。必然得去猛攻这块棋，你猛攻呢就回到刚才的我跟大家介绍那个原点了，因为小范的攻击
并不是他最擅长的一个棋路，嗯，就相当于绕不出来了，这个怪圈出不来了。主要是我觉得他可能想拖断了先手，他想看看人家怎么应，但是人家再决定这个棋怎么下，我要不要拍死他是吧？对，看看你这边的，然后不给你拍死的机会了。对，其实这两步其实完全能理解，他想先投石问路看看情况。其实这两步棋本身局部是好棋，是因为黑的怎么应，白的都能赚。他想看看你怎么硬呢？是觉得你这好像已经在决定我这里要不要补还是活这一块。结果没想到人家更狠，直接给你就把归路断了。就是，我觉得他还是直接拍了算了，因为这边就不管了。没错，这时候下步棋太难下了。就，站在小范的角度，让你让他去猛攻这块棋，他没把握，他是没有成算。那他绝对没把握。那他不回，不去攻这块棋，他就只能活这两个了。是。只剩下这两件事，对，但是其实他本身脱段的时候未必是想活这两个，嗯，有可能他就是想看看，对对，脱段看试一下硬手，看看你怎么硬，他再决定这地方要不要活。这个黑棋下的够狠，柯洁是捞得非常的凶狠啊，今天是铁了心啊，反正棋可以输啊，但是控我不能输。我跟范廷玉下啊，我棋我要先把控抢了，是吧？对，实控我不能输啊，你自己看着办啊。有本事你就杀，杀掉我算你赢。这个他的思路非常的清晰，是这个有点被迫，我感觉就是这是没办法，因为他没办法，他这个攻也攻不到啊，对对对，不敢攻，然后这边再不走，嗯，就像刚才说，再被退回来，这个可能活也活不了了，所以。利用这里还有借用的情况下先靠，那肯定是能活的，但是活完之后其实还是刚才的问题，这个角已经被掏了，整个黑棋白棋的子效非常的低，嗯，全盘没有实控，这棋黑棋上班，那又你下班，白棋连班下，然后他就把他拍，他没想吃你，他就是我把控捞了，就是把实控给稳住守住，嗯，这也是我觉得我个人认为一个领军人物啊，嗯，每一代领军人物都是这么下棋的，嗯，跟大家聊就是中国的每一代领军人物，嗯，你在农心杯下特别好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我不算，我属于陪跑的。我们指的领军人物比如说是我们的聂老师，嗯，我们的马晓春老师，嗯，我们的长哥，嗯，我们的古力啊，这都是一代代传承的，嗯，领军人物。领军人物有个最大的特点都是看人下菜的啊，他不会说是下棋那么死板的，嗯，我是什么风格我就一定，他很灵活，非常的灵活，是，哦，这几个领军人物都有这个，嗯，共性啊，就是再到古力后面的柯洁，对，就是这是一个明显跟有别于别的就是常规的冠军们高手们的一个最大，嗯，领军人物的最大的区别和一些，嗯，就这盘棋说实话下到这里看到这里的时候我是为小范捏把汗的，就是这棋真的太难了，嗯，可以想象到未来可能只能下剩下这条路了，是我估计这个子马上就要去做活了，嗯，就柯洁最后就把这条大龙交给你啊，就是交到你的手上吧，这条龙啊，反正他觉得你要吃掉我那算你本事大，不吃你今天如果能通过攻击把我龙吃了，那你太那我也认了认了，啊，就是因为这你干了一件你很不擅长的事情，嗯，如果你这样都能赢我，那我也没什么没什么遗憾了，嗯，对对对，就是但是如果你吃不掉其实是一个常规操作，对对，小范按理说是吃不掉的，所以说吃不掉的话那今天小范就危险了，因为其实我们会看到这个时控已经完全失衡了，我们接着再看两步啊。这里虚晃一枪之后啊，追翁之意不在酒，他也是简单的包扎一下，为了防止这个压过来的时候可以翻个头，对，当你还没反应过来觉得柯洁要这里制孤的时候，嗯，他再次的啊，把自己的这个矛头，他好灵活，指向了左上角。他好灵活，真的是。就是这盘棋就是三光政策，就是小范你就不用想了，你想实控赢我是绝对不可能，我再把这个子给做活，然后这边跟你决一死战，嗯，这时候已经没法硬了，因为你硬的话，这里已经欠了一个棋了。对。而且你硬，它大概率会出来，要套出来是吧？一个顶，然后对，然后顶个棋的形状马上就活了。对，这个棋形做活是。他得先包上面，嗯，先把上面的这个头给摁住。那摁住完的话，拐一个。你看这步棋都下出来了，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不走，你要飞死我。是，我拐你只能长。嗯。
然后我咽一口气之后啊，赶紧把这个活，这是不给人家留活路，对，反正这盘棋已经很清晰了，反正我就不给你留活路，我就是找一个地方跟你决一死战。就耍大龙嘛，你就让白棋，你就没法活了。白棋已经就全盘现在白棋的实控没有木，就是这个地方大概十目棋，然后没有了，没有然后了，找不到，绝对不会超过。他的木在哪儿？实控不会超过二十目。你就不给，就是反正你就逼着他来。黑棋已经四角穿线了，虽然黑的也不多，但是黑的手上我觉得数个四十多。还是轻轻松松的，你这黑棋的木还是就加起来嘛，一个叫实木加，一个叫实木加，是啊，像这些虽然少一点，但这个五个角加这个边至少二十多，加这些零零散散的四十木总有的，白棋好像二十木都没有，就是据那个确定低的话，就是说现在局面白棋如果说不下狠手，那真的是没法下，唯一的狠手就是对这块这条龙嘛，对啊，但你想吃它这。这是太不容易了，这件事就整个流程坏了。我相信这时候小范应该下到是非常的郁闷。我接着再往下看，这完全不知道应该从哪入手。你就要吃他，你这他只能去破眼了，就是就是这就杀他，这前路漫漫，这还有。反正你能不能杀我也不知道，今天就这么来了。反正我就是一毛不拔，你不要想让我收手是不可能的。我也不看形状，我也不看子孝，我就活了就行了，反正不死就行。这个地方啊，我就往外拱、啊，争取把每一个子都连上，然后就往外拱、啊。因为这些地方都是，虽然这里有个隐患，跟秦牧说，这里虽然有个打吃，但首先你这里得有个子，对，以后虽然有个打，但是呢，并不是特别严重。我给大家摆一下啊，这局黑棋可以从二路打。假如说他打这个，对，就是不是特别严重，有一点小鱼尾，他可以爬过，但是把黑的上打，上打完接住啊。这样的话，首先白在这里不是很安定。对，你要打这个的话，我拍打一下。而且呢，就算这边有拔出的时候呢，你再打我反打，关系就是问题不是太大，因为脚上已经两个眼了，你接我拐嘛。这有个家，就脚上是永远活的，是的，是的。所以说呢，这边的话问题没有想着，你提这个我就算了，就是这里有点小隐患，但是呢不是特别严重，就是我给大家说一下。当然了，这也是之前拖断的好手的一个福利，没错，是的。就是说局部白的下的还是非常的精彩的球，每个局部下的都是非常的严谨的，但是关键是大势上现在非常的危急啊，我们再接着看。现在问题是白棋的木实在是。都找不出木来，就是关键是核心问题解决不了。别天啊，这狼里偷钱又捞一把。这步棋它主要是跳出来之后防止你这边围大模样。这黑棋下得很彻底，这他就是反正就是，而且呢我这块你就吃吧，你给我看你能不能吃掉。这还有个冲，就他如果你脱先的话，他接完之后这里有冲，这有断，所以说白的得护这个断，其实是一个先手的棋，要不然这两个切了就活了嘛，然后黑棋压出来。这时候的小范我觉得内心应该是非常的不开心啊。这棋实在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下，只能被迫去送控了，因为反正控也不够了嘛，就靠这些都没有用了。柯洁照单全收，先把控全，反正就赌你杀不死。对，但是说实话，后面的下一步棋也是令人惊叹的，就是说实话，我觉得这手正常，一切都是正常的。因为这里是把，因为该他下嘛，然后搬在这，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在计划中的。那下一步棋是不是有点？这个下完之后我觉得两个人做不了朋友了。这没法聊了，因为103这个做本来大家想着嘛，就是说我比如说我不搬，我就直接往外面跳一个，这也是很正常的想法，我觉得哈。对，我出个头嘛，这儿你还有断什么的，我跑出去，然后他是搬了一个，搬能理解，那人家断也是可以。搬的话呢，他因为刚才给秦牧介绍过，这里有个隐患嘛，右下角，他这儿已经提掉了。他通过这个搬呢，这里有以后拿到一些点非磁场的一些余味和坚守，然后这个时候呢，如果正常来说我们。
再往外跳，对对对，我往外跳，或者你尝尝或者怎么走一下，就是他搬一下之后呢，等于是这里有一些先手之后呢，能够间接的救援一下下边的这个鱼位，是的是的，当白的动手的时候呢，别全死了，说白了丢一点嘛，就丢一点了也无所谓啊，这是一个正常的思路对吧，就是他跳之前嘛，往外跳之前搬伸援一下这个右下啊，这个如果正常下法的话肯定不会往那儿下的，就是正常想的话，对，下一步棋下完之后我觉得火药味就很浓了，其实如果是不知道两个人平时关系怎么样，如果关系不好的话这事真的聊不了了，就是或者说关系一般的真的是不让人家过了，就是关系一般的话这个就是马上就是不是要破裂，对，就是我们的关系就破裂了，对，就是感觉上聊不了了。我们来看黑棋下部103，我当时就看了，我说惊呆了。当时刚刚直播要开始的时候看到这部棋，我说这简直是不让人家活了，就没有活路了。这部棋就把刚才我们给全部叫这个打冲彻底给杜绝了。是的，也就是说，而且这里小范已经又送了20目的情况下，那这块棋已经来到30+了，加这40+，加这两个。黑棋已经稳稳的50多目了，白棋呢还是刚才很可怜的不到20目，也就是说是一个50-20的状态，也就是说这时候呢，作为白棋的角度呢，已经不需要去数控了，只要弄不掉、弄不死这块棋，基本上吃不掉肯定是不行，就不用下了，等于是又拖了一些嘛。但是呢，说实话。这个下法真的蛮冒险的，我个人觉得还是跳算了，说实话啊，这真的叫艺高人胆大，这都有点过分了。我觉得柯洁这步棋稍微有点玩嗨了，就是真的就是其实你跳一跳嘛就算了呀，哎，这不用棋不用下，把人家逼成这样，这个真的得，这真是绝对是逼人家逼上绝路，你告诉人家我已经先手活了，这真的聊不下去了，就是这简直是，而且白棋的角度呢就只给小范一条路可以选了，现在小范也就彻底清醒过来了，也没事别的事可以干了，那我只有吃你了，围攻你这条大路，我只有吃你吧，反正其实把别人逼上只有一条路可以走的时候好像也不是，我个人觉得下围棋还是让他就是稍微缓和一点，不是让他有两条路可以选，这样呢他那个瞻前顾后嘛，他就心态就会比较纠结，他觉得呢向前进呢也有希望，不杀你呢好像也可以，这时候呢你就会比较安全，你把一个世界冠军逼上绝路的时候呢其实这事儿有点不靠谱的，因为他会在这一瞬间爆发出一个巨大的能量，就是因为他终于想明白了，就是今天反正我也没有别的路，我变成光脚的了，我已经没有别的路了，我也不用想别的了，盘面实控是盘面30+，那也不用数了，而且你把这个尝了之后这些都是没有空的，可能因为最多就是这刺一下的借用，剩下没有了。这个肚子根本就围不上了，这是一道铁壁，围不出几目棋了。所以说已经没得聊了，这个时空啊，在没得聊的情况下呢，你就只能是逼他来杀你。我就在想，他如果说不长的话，白棋除了打了冲，他是可以打了接上吗？还是他究竟怕些什么呀？我不觉得他怕，打了接上应该问题不太大。他上面要做个眼，应该不成问题吧？压一下行吗？粘一个就搬过，那就吃嘛，总不能你把我搬死吧？不至于吧？我觉得我搬不死，主要要是这样也有点味道的，就是是我们承认这里是有点味道，我们给他摆一下，就是让他搬。你可以搬他一下，要对，我还得先搬一下，对，搬他一下，反正是个劫嘛。这脚上就是是有点，是个打劫，对，是有点棋，但是呢，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嘛，就是黑的肯定是活的，但这样的话实控没有领先那么多。这地方是有点隐患，一直有点隐患。反正他就赌这条龙的死。他这么长嘛，就肯定就不用。这也不用看别的了，这省得你在惦记。这不长肯定是要长的。然后长完之后，黑的然后就被逃窜的时候，白的只能是追杀他了。那这盘棋就变成赌死活了。其实本来他跳一下，我觉得应该蛮充分的，因为这边打劫嘛，把黑的中间长一长，把这个伏兵那个给用上，因为长完之后中间。白棋还有点薄呢，把之前的那个影子都给用上。其实因为脚上这个劫，把黑的可以不打的，就是就挂在这里，先不打就完了。对对，就中间走一走，是个两手劫。对，其实龙肯定是不会死的，当然那样实控也就没有绝对领先了，就是都是辩证的。这样就缓和一点。双方都白的也算有面子，是的，攻一攻嘛，也就没准战线要拉长一点。
这样的话呢就彻底聊不了了。实际上小范也是继续围攻，因为这里不能冲，给他冲是肯定是中计的，冲完了断了他一 长，这你肯定蒙不住。这个是一个大俗手球嘛，因为你在推的话他这个长是绝弦，这边做你从肉眼也看得出来这个形状肯定是，你这怎么堵住他呀，这肯定堵不住。你再贴的话我们说过最简单的，反正这段长也没用，因为你好不容易把我堵住的时候，你一长你就死了。哎，随便怎么走都行。这里已经被关满了，所以说这种硬来是不行的。嗯，就杀棋的话，一定得迂回，也是一样的，就是不可能直线攻杀你就能杀的啊。特别是到这里是指的你杀世界冠军啊，就是有时候可能其实我们自己下棋的时候，直接一斧子就抡死了，也是有可能的，对手过分了。但是你要比如说你要杀柯洁的话。那绝对不可能说你冲断把他杀，你冲断把他杀，那他肯定会补的。对对，啊，所以说这时候只能迂回啊。说实话，我看了他跳一个，然后再照嘛。啊，再照，好像还是有一点危险性。这块棋一个眼都没有，加白顶顺完力可以挡住，这局部是没有眼的。嗯，这个地方也是个假眼，你要这块棋其实就是一个眼都没有，然后就是黑棋的角度其实是缺乏眼位的。我还在想他是不是觉得白棋缺乏眼位。白的我没看，因为如果白的还缺乏眼位，那就这盘棋没法下了。白的其实也就不用思考这缺不缺眼了。也许秋叶你说的是对的，他可能还觉得白的你他说的是你还缺眼。也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呢我觉得白的也就不需要思考这个缺不缺眼这个问题。因为这棋是这样的，他如果说待会儿粘上的话，他你应该不能这样顶着打这个，如果你打这个的话他。这个断完了，这是味道很饿，粘它补。哦，就这样补一个是吧？应该这里是封不住白棋的，哦，暂时封不住。嗯，就是，反正他图你龙了，现在也就粘不粘也就根本就顾不上了，啊，对，顾不上这点步了。嗯，这时候反正看起来还是有压力的，我觉得黑棋，只能说是艺高人胆大，但是呢，他的这波操作绝对是不给棋友们推荐的。我觉得103是绝对不给棋友们推荐的。如果大家下到这个局面，还是该补中间补中间，对吧？这个下法真的太冒险了。我只能说，你有绝对的自信，他有绝对的自信，就是 他能活，反正我能活。柯洁不知道看到啥了，反正他觉得说我能活，就是刚才秋姐说的这三个字，我能活，啊，我能行。嗯，我们。旁观的吃瓜群众们都惊呆了，像我这样的真的我也觉得挺惊，我就在想他是怎么跑，我说他要不要打，是不是打有点俗啊，或者说他直接跳，啊，还是怎么着，不肯定在想要不要打，对，他是打一下跑呢，在想他中间是怎么走，还是单跳，对，可能这个打有点俗，可能在想这个事儿，然后他遭到脱先了，这两步棋确实有点纠结，就是要不要打这下确实是蛮纠结的，嗯，因为有可能打是不俗手嘛，我简直是，然后接着往下看嘛，然后他就搬，这里断的话能够看到的是黑的可能贴回来，哦，贴回来就行，贴回来以后这个白的断点很多，而且呢关于贴回来之后已经有一个眼了，对，他未来一团这里你必须得去，他得赶紧接一下，这个，就你肯定得先接嘛，是，但团的时候你得去接或者抠这个，对对，那也就是他已经有一个眼的情况，这里万一再拱出一个眼你就危险了，嗯，所以说这步棋其实我们告诉大家其实是我们这里说了半天啊，我这里小黑了小范半天，其实并不代表范廷钰不会杀棋，啊，大家千万不要产生这样的错觉，啊，好像我们现在说了之后大家就觉得啊，原来世界冠军范廷钰不太擅长攻击，不会攻击啊，千万大家不要这么想，只是说相对于他的智估他的攻击的成功率和准确率没有那么恐怖，其实我是站在一个就是他智估的那个高水准上来说他的攻击的球，千万不要误认为他不会攻击啊，球门我这里澄清一下啊，到时候说是我说的啊，大家千万不要有那样的误解和认知，就是说相比起于他的智估做活，攻击这样技术呢他确实要稍微差一点，对，差一些啊，但是是相比较而言的，球门千万你看他拱你眼的时候，面你眼的时候，也是招招都是，他可能也不太喜欢这件事，后脑勺不是说他不会，对，他只是不太喜欢，因为他很多时候他把空捞了之后，他只需要把自己他不需要感觉把自己做活就可以了，他不需要面对到去屠龙的这个局面，但并不代表世界冠军不会屠龙。接上，大家会看这两步其实非常的凶，
家主，这个时候已经被逼上梁山了。啊、白黑的管了，对。那、啊、看下一步了，这边不知道怎么处理了。我其实看着白棋的形状，确实这边有点气有点紧。我们来看看有没有下一步。他是跳的，这得相信他的判断。这里，这里因为长是个绝仙嘛，刚才你也说了，这里有个断，是的。那长绝仙的话，那好像也只能跳了，要不然直接就被打死了。嗯。那黑的再回来，拐回来，拐只能接嘛，这里对，要不然被冲了一次就没有。长也没得聊了，那只能断。这两步棋都是命令棋，这个就看着白棋，白的也只能断呀，那也只能没办法。反正已经黑的感觉已经要活了，已经没有回头的路了，黑好像已经要活了。路是没有了，可能这两个被吃了，他想煎了一个，感觉已经封不住了。还是算了，不要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不对的。这样的话收益到上面两个子吃掉是不是也挺大的，但是够吗？我觉得应该走远了这把棋。我觉得白棋还是不太够。对啊，就是这样的话虽然收益了将二十目棋，但是好像刚才落后的目不止二十目，而且刚才那个太狠，而且这个棋长完之后球门这长是一个绝对先手，人家这个飞刺怎么办呢？我也不知道，我刚才就在看这儿，点方怎么办啊？我刚才就在看这儿的，他还可以单点，他接下来不用长。原来活棋那么轻松的，是。原来围棋那么简单，感觉一看世界冠军就把那块棋放那儿，让人家吃就行了。一看世界冠军的棋，我告诉棋友们，就是有些棋友们也跟我聊，就是他就觉得围棋好像挺简单的。你看人家你怎么赢，下下就赢了，怎么这么容易呢？那个行云流水，处处都下的非常的那攻守得当，对吧？感觉围棋也不难，对吧？到你自己下就不是这样的了。你们自己上去下的时候，对吧？这个棋友们都懂的，对吧？就是特别是我们看了一些很漂亮的棋之后，觉得我学了一招，学了一个什么开局，学了一个什么手筋。以为自己长齐了，对吧？到了自己下的时候就完全不对，然后就我们就开始打开电脑啊，对吧？然后在互联网上去准备去虐一下别的棋友的时候啊，展示一下自己进步的时候，有时候这时候就会有一些事件发生啊，就会发现好像同样的配方、同样的布局，为什么我下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啊？就是会感觉到压力很大啊。对，其实这里就会看到，其实棋友们会看到，其实它就是整体的一个思路加上精准的计算。对，刚才我前面说的话都开玩笑的。对，这绝对需要强大的计算做后的。包括像这部103，它不是说你光自信就行。对，是的，它一定是通过一些他肯定算过计算，他认为呢。白的吃掉黑棋的概率是比较低的，没错，我们不说绝对100%，至少是他柯洁没看到他怎么样，他觉得你基本上还是吃不掉的。那像你这样攻击获利收益到一些时控，他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一般其他前面的时控优势是很大的。就虽然这里白的也拿了不少控，通过攻击，从攻击的角度是成功的这一串，拿到了很多时控，但是呢，由于前面失血很多，所以这时候大概率是。这棋要输的，而且特别是这个点方现在处理不了了，球好像好难。这棋好像只剩下这一步和这一步可以下了。对呀、那应该只能下这一步。他弯出来了，不，总不能下这一步，这一步跟认输没区别、那只能下这一步。他如果说下这儿的话，黑棋是点完一下就打算，应该我就估计就退回来吧，就尝一个是吧？尝一个的，他这边他顶一下嘛，他顶一下完事了，那别让你吃了。哦，都顶一个，顶总是我的。那这个角好歹有个打击，然后把这个吃了吗？角的话是这样的，就是你，因为你吃了，你其实才对，才是打劫，会有一些打劫的目数。你现在根本就不敢，那你自己气是紧的。哦，但我他也有可能不顶，我不这里不确定，就是看看他不顶的话嘛，把人吃回去。但角是安全，这里我不是特别确定啊。他先退吧，就是我觉得就单退一个，先考验一下。因为这里，请我们看到这里是没有棋的，给大家摆的。他顶完之后，假如说断啊，那就简单的一个吃就行了。你突然发现先断这个，先尝一下嘛。尝也行，就、其实就这样也行，这肯定先断这个是吧？这个应该是不行的。断这你吃，接上，然后再占这个。这看着怎么晕呢？算了，那还是退吧。对你退一个，然后再退他被挤下，我觉得不舒服。
哦，是这样，挤一下又觉得你很不愉快，啊、是吧？对，有点亏目、啊。这形状还是有点破绽呀、啊。那这么说，那可能还不能尝一下。要不先吃一下算了。几个，要不你就团住，然后他再冲的话，你再尝。这跟这边气不知道有没有关系。那要不他吃一个算了。哦，那吃一下送一下算了，因为刚才没、哦、我本来是想挡这个，觉得气劲。我刚才就是在看这儿的，他吃一下再尝嘛，吃一下再尝。嗯，酱会比较稳，这样就算了。那白起肯定得补啊，这不补，补的话感觉困难啊，就白起。不补有点惨啊，这地方。不被补是要补的，然后粘上最后白的不能接嘛，白的应该是、还是得弯出来。嗯。继续的拼搏，白的不能乱接，因为接的话不是接不起不好，注意这主要是接空不够了。但是我怎么觉得出来要小范同学好像他直接断掉了黑棋，断掉完不对了这棋，我不太明白他是哪里是断掉完这里怎么感觉白棋打吃这个白的好惨啊，这形状。这里黑棋是要怎么弄它的？黑的就顶吧，黑棋就顶一个，顶一个它接上，它就接上，那它只能是就很委屈的度过。度过完是不是脚上就没事了？感觉脚上好像是，它这个一扑，这是一感觉是没事，但也不确定了。这里好应该是没事，它就把中间走掉，然后。这个、不是，好像是先他是这样，他接上，然后接上嘛就挡嘛，对啊，他走这个，挡了，挡完就挡这个就行了。对，他挡完挡这个先手，先手这里有一个吃完一口闷，他还不能，他不用挡了，他还不能团在这儿，他只能吃。白黑的就不下着玩，你永远都不敢走。嗯，是的。然后他就把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毛病补一下，把它吃掉，好像也行，团就拐了，对，团这边不会死。团一个就拐在这儿是吧？对，他猴是先手，问题不大。对对，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拐一个更好一些。因为搬的话可以不用防这个，就是不用弯那个地方。卡上下到这里，我给大家数一下，如果是这样的话，上面大概二十目棋。我觉得其实白棋也很不乐观，对，没吃掉肯定是不乐观这件事情。应该是下沉。如果说，现在白棋打了，你别说这个棋啊，没想象中赢那么多，比我想象中赢的少多了。赢的少多了是多少吗？也就现在感觉盘十左右，该黑的下。我的印象中刚才不是盘三十了吗？就是这看来世界冠军们下下也就这样了，是黑的优势啊这棋，但没有想象中。经常就是这样子的，就觉得好像互相之间、那个、好像已经赚了很多很多了，然后不过都一翻算总账，哎，好像也没有，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就充分证明他们内力还是深厚，实力还是接近，实力还是接近。是，但这一串下完感觉是不行了，因为这个脚上刚才说的这个球门也给大家没有、本来如果这边硬顶了可以顶了有个半、刚才也给大家翻这个，这是个。结提，反正提不提都一样。对，反正都是打结嘛。最终你只能弯在这里，我们去打这个。是的，是的。但现在由于气紧的原因，它接不回去。所以说这个脚我打两下把你扑死了。对，这个挡是绝仙。大家可以自行的这里看一眼啊，千万别再去走这个结，就被打死了。就算人家别不挡，你也千万别动手。这动手就送了，真的就送了，这都是陷阱。所以那马上就要这样了，应该就是那应该是对，他是打了，然后黑棋顶了一个，顶了你只有接了呀。估计也没什么变化，这还能有什么变化？这三个被断吧。那我不是三个吃了太开心了。三个吃这边也不用补了，对啊，都通了。那接的话一接就只能打过了，打过完就成刚才那样，基本也就这样了。现在是下到这里，对他现在顶一个。是这个给兄弟们介绍一下，这应该是12:30开始比赛，没错，每方是保留时间两个小时，所以说呢，形势不利的一方肯定是要计算的，对，满打满算每方两小时之后4:30才进入读秒，所以说，应该说并不一定随我们直播的意义，他们可能会那个继续的鏖战下去啊，刚才彭老师给大家判断的说，这棋黑棋虽然领先，但是领先的优势呢也没有想象中没想象中那么多，没有那么大领先但肯定是黑棋领先，
所以说这棋呢也不一定也未必就啊，这好像白棋就不行了，至少小范的官子还是很强的，我觉得应该这么说，大概率不行了。对，就是因为盘石该黑的下，关键是该白的下，确实还还能收一下是吧？该黑的下，收也收过官之后，可能接近后手，可能正常接近盘石五了。嗯，盘石五就算该你再动，嗯，追一个天目官子，虽然说小范官子是一个他的特色或者是自己的一个强项，嗯，但是我也不太相信他能追一个天目，说实话啊。他端打一个嘛，等于说。他也端打算他接嘛？哦，端打算你不接我冲进来，你没有空的呀。哦，好吧。你我冲进来就是，那你就不是盘石了嘛？就是当然是算他接的。哦，是这样子。嗯，就是，反正大概率是黑的领先啊。这真的是这样了，转换了。他可能觉得比刚才好一点。对他觉得这个图比街上的那个下法要好。哇，太痛了！这个全哎，这个早知道搬一下，搬家了找他吃搬一下嘛。这一下都没搬着，这一二三四五六，这还差两目。对啊，我觉得心情上是接受不了的。虽然可能他的选择是对的球，但是我觉得我下的话一定会接的，接了再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我数到这儿是十四。这怎么会成十四目了？本来是刚才我们聊的是去欠个打劫的，是欠目的吗？黑是的。啊，这个但已经这样了，应该不行了，应该不行。这步也省了，我觉得可能还是该接，有点疼。嗯，太痛了，太痛，这个实在是吃不消了啊。这棋是这样，就下到这儿呢，判断刚才判断就是觉得黑棋要好，那现在应该优势我觉得比那样可能还要大一点。啊，下的这么坚实啊，我们把它这步摆下去吧，它是立了一个，没有，它挡了一个啊。哦，他是挡的，我说他怎么立一个，我还奇怪呢。他是个官，这棋应该是没戏了。对，这按理说是应该是黑棋要这个被三个被切死，实在是太痛了。主要是黑棋全部都安定了球嘛，前面捞的时控又足够的多。嗯，白棋我不相信这棋还能追了。那就是说确立黑棋确定他是有胜势是吧？对，我提前下判断了，就是我虽然还没有下完，可能还要下很久。作为一个也算是个职业棋手对吧？虽然我们现在的工作是讲解员的，但是呢，我们不知道也是个前职业选手。我们这个判断还是我其实先下在这了，真的这个棋输不出去。就觉得白棋不行了。好，那这盘棋呢，我们先给大家讲解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呢，我们将为大家带来另外一盘半决赛，就是唐伟昕对杨鼎新的，这那盘棋。好，休息一下，一会儿见。一会儿见。有微信号。